高选特别是邀请到台湾熊岁欧巴桑陈美凤来现身大反派女王角色变色龙，今天下午也在影院举办见面会，陈美凤是充当贩卖部的店员，亲自服务购买预售套票的前十位观众，观众不仅可以获得亲笔签名的动画海报，也能在现场跟陈美凤来互动拍照，和远从好莱坞的玩偶阿波一同拍照留念。